布莱德皮特，我是。什么事啊？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good night kiss 啊？我最近身体有点不适。那，你拿这个白色的火药油。哎呀，不是啦，我今天坐飞机坐太久了，全身酸痛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你用这个红色的火药油就行了。